大家好，我是武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极限生存冒险北极深渊。秋风真的要玩极限生存冒险了，请不要怀疑。那在游戏开始之前，我们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使用的材质包，因为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问，而且应该会不少人问，那我也不想一个一个回答，所以我在这边一起来讲解。请大家耐心看完下面的影片之后，就不要再问我使用什么材质包了。那好，那我就开始一一的介绍。那个第一个就是预设材质包，然后我在玩《艾德利亚生存冒险》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材质包。然后接下来这个材质包是我们 NTW 那个专用的材质包，然后它是由这个材质包都库的这个材质包修改过来的，然后是我们米娜代代修改的。然后我通常解谜冒险的时候和纸片啊他们玩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材质包。然后接下来是那个失落岛屿使用的生存，失落岛的岛屿所使用的材质包是这个材质包。是因为为什么会使用这个材质包，是因为那个做那个地图的作者推荐这个材质包，所以我们就使用这个材质包。然后接下来我今天要使用的材质包就是我们之后极限生存都会使用这个材质包，叫做 SMP 这个材质包，然后大家可以去下载。然后我觉得这个材质包也不大，然后也蛮好看的，它才16而已，然后电脑跑不动的玩家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啊，我们就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两个嘛，就是它下载这个地图包下载之后，它会有两个档案，一个是生存模式，一个是极限模式。然后我今天就是要挑战极限模式了，唉，极限模式然后因为是极限模式嘛，所以我一定会死。我没有说我不会死，我觉得我一定会死，所以那个有两个措施让我继续可以玩下去，带给观众可以看的影片。那我每玩20分钟会就是会结束这一集，大概每一集都录20分钟，然后我每玩20分钟就结束这一集。那另外一个结束这一集的方式就是我死了，所以就结束这一集了。那每到20分钟就是到下一集的时候，整个20分钟我都没有死，那我就会把档案备份顺便上传，所以在每一集的背后都会看到我上传的记录档，这样子顺便可以看到，让大家看我玩到哪里，然后也可以大家也知道我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也可以顺便备份我的记录，这样子我才每一集结束之后，我才可以接下去继续玩下去，也不用担心我会挂点，对不对？这个就是先说明一下我的措施，我玩极限模式的自保方式。那如果20分钟没到我就死了，那就重来一遍，对，就重玩这20分钟。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废话好像讲太多了。那谢谢大家听完，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进入游戏吧，进入游戏，映入眼前的就是一大片的雪，一望无际的雪，这是我的雪橇吗？下面我的狗狗，1、2、3、4、5、6，六只狗，那个板上的说明啊，板上有这一篇地图的说明，它是说这六只狗狗就是在我完成我所有那个成就任务的时候，保持这些狗狗不死，就是得到一个额外成就，然后另外一个额外成就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玩极限模式，真是神经病嘛，对不对？那先不理这些狗狗啦，我也没有东西，先在附近探索一下。哎呦，溜冰，哎呦，一开始就溜冰好时间。溜冰，有没有溜冰的感觉啊？哈哈哈哈哈哈。那我们，这里有箱子，那我们先看看箱子里有什么。箱子里有什么？有骨头，就是一开始就得有这些骨头要我驯服小狗嘛。那这里有一点木材，没有树，只有木头变成有限资源。那
再看一下这个，这里有特殊的装置，12345，然后2345上面有括号，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有人知道吗？有人要知道吗？这里有拉吧，可以拉吗？拉一下看看好了。有什么事吗？欸，什么事？欸，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什么事情？这样对吗？发生虾米代志啊？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唔知啊呢。总之我现在上不去，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打爆，然后想办法上去。对啊，被他炸下来之后，想不到连上去都这么难，真是的。对啊，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爆炸？所以那个是引爆装置吗？就是害我死，想害我死，想害我死也不需要这样啊。作者，你不需要害我，我自己就会死了。哎，欸，这样不对，我玩的是极限模式，欸，不能死，不能死。那不过这个也太邪恶了吧？作者，作者，你有没有听见？这要犯规了。哎，作者，作者有没有听到？这要犯规了，都已经这么难了，极限生存了，还要设那个。那我现在有一堆血和15个骨头，来驯服这6只小狗。来，哎，失败了，傲娇哦你。来，第一只成功了。哟哟，看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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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傲娇。哎，成功了，2只。这一只不看着我，不理他。哎，不吃，不吃，还是不吃。哎，这只特别傲娇。哎，3只啊，只剩4个骨头才驯服3只哦。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最近的狗狗都这样吗？这么的桀骜不驯啊。哎，才驯服3只啊，最近的狗儿都特别傲娇啊。啊，算了算了，放弃放弃。哎，怎么流了这么多水出来啊？会不会狗儿会不会淹死啊？用做一下血块，做一下血块，把这个水挡起来，不然狗儿淹死了，我的成就就没了。想办法挡起来，想办法挡起来。不，狗儿都还活着吗？12345，等我有骨头更多骨头的时候再来驯服你们。那我现在要去哪里？哪边有资源就去哪里。那我也知道打这个木头了。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这里就是我的家了。打2个木头，诶，下面也是木头。3个木头。木头有限啊，真是可怜。木材也打好了。打木材，木材一个。先做一个合成台。合成台。合成台。工作台放在这里。那做木棍，木棍。然后先挖一个家出来好了。先做一把木铲，挖一个家出来，挖一个家，挖在这里好了。反正血都是血，血这么多，最需要的就是铲子了，其他都没有用，根本就没看到石头。我本来也想合个十字镐出来啊，可是合个十字镐根本看不到石头，有什么用？哦，对了，我要赶快去找食物。这个趁天黑之前，我要找到食物。然后做一个家，对，我的家已经做好了，非常快速。哎，好慢哦。木镐，合成一只木镐，木镐合成一个木镐出来，木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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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出来了。那把工作台，哎，回收工作台，回收置物箱。通通回收，然后放到家里面，放到家里，家放到家里，家里，哎，放家里，放家里，酷哦，就这样，然后把这些无用的雪球做成雪砖好了，
真不晓得要这么多血干嘛？随便一拿就这么多血，怎么会这样？到处都是血，血这么多到底要干嘛？堆雪人，做一堆雪人出来吗？反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雪人了，所以我要找到南瓜头。所以我这边现在要找南瓜头，不是吧？应该要先找食物，找南瓜头干嘛？怎么尽想一些没有作用的东西？把带一些血钻就好了，其他都放在箱子里。木材要带，控制杆不用了。做一个木门出来，对哦，木门不够，再去砍一点木材。木门要6个，仅剩的木材都要没有了啊！这么快就要没了，6个了，很好，六个，做出一个木门。噔噔，我有木门了，木门，放在这里，放在这里，木门哦，简易的家完成了，太简易了，空间还蛮大的，意想不到，雪屋就这样保住我的安全吗？那太阳要下山了，这样对吗？这只狗跑出来了，为什么它跑出来了？为什么？你怎么跑出来了？这样不对啊！有空再来驯服你们。先带三只狗回家。先把三只狗带回家。三只狗乖乖的坐在这，乖。先带你们回家。那三只等一下再说吧。目前没有办法，目前我无法解决你们。那三只狗桀骜不驯啊，这么傲娇，为什么狗儿最近都特别傲娇呢？狗儿回来，一二三，三只，很好。狗儿一，狗儿二，狗儿三，先取这样的名字。等我想到好名字的时候，哎呦，你怎么一直挡在门口啊？进来。等我想到好名字的时候，我再为你们命名。那个有想要命名的人也可以参与命名，这样留言给我哦。有一个狗儿就会依你们的方式命名，这样好不好？有6只哦，虽然我分不出来。那太阳就要下山嘞，我有发现什么吗？这样对吗？不对啊，起码要，这里有东西哎。这是什么？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废弃矿坑吗？先挖点木材回来。栏杆也需要，栏杆也很珍贵。想不到我一开始就发现废弃矿坑吗？这里是废弃矿坑吗？真的吗？我有这么幸运吗？还有，我根本分辨不出前面这个是雪还是石头。这是石头吗？不是，这是雪。好暗哦，好暗。先收集木材。骷髅弓箭手，看到了，砍你！里面有 TNT 耶！死了！这里为什么会有 TNT？ 要爆了吗？没有，没事。这里为什么会有 TNT？ 那我引爆它好了。赶快走！没有爆吗？没有爆，搞什么啊？那他在这里一定会爆吧？哇，好恐怖哦！我不敢下去，打不赢啊！赶快上去！
而且怎么炸开全部都是血？我要一堆血干嘛？先要想办法回家。苦力怕不要来炸我哦！不要炸我哦！好恐怖哦！恐怖！叫恐怖哎！哦哦哦！狗，我回来了，狗。我现在要怎么办？完全找不到石头，没有办法做熔炉哎。那我现在只好往自己家底下挖看看，看看有没有石头。没有，目前都没有，怎么挖都挖不到，都是血。没有石头，都没有，很好，很好啊，作者。哎，怎么会有这个？这是什么？水，又是水，很好，都已经挖这么深了，很好，作者，你很好 ，very good， 都是血，都是血，不会全部都是血吧？连个石头都找不到，又挖爆一只了，怎么都是血啊？石头都找不到哎，怎么办？我只能在这边归到天亮吗？还没有，还没天亮。那继续做血钻吧。哎，我到底在干嘛？只能这样吗？再这样下去，木材就做木材就爆，挖完就爆啦，爆完了。这样会不会太浪费啊？我不能再用木材了，这样太浪费了。太浪费，太浪费了，所以我只能用手打了，手打，手打好慢，不，没办法，为了要节省，为了要节约能源，我只能继续手打了，希望能找到石头，石头在哪？哎，你们想找一个石头都这么困难，尽是一些没有用的血，这血要干嘛啦？血到底可以干嘛？我想想看血有什么功用，除了做南瓜人、做雪人，好像没有什么功用了。然后我打到这里也没发现什么。啊，怎么会这样？狗儿，为什么会这样？啊，你也不知道，狗儿，你知道吗？狗儿。目前只有三只而已，只有三只陪伴我。等一下白天的时候，我们再出去捡骨。可是我饱食度已经不会回血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各位观众，到底要怎么办？被安装嘞！啊，狗儿，你怎么走进来了，狗儿？出去，这里只有一格宽，我还要一直推着你，很累呢，累呢，很累呢，没有坐下。哎，白天了吗？白天了吗？哎，还没，才一半而已。带着我的血，关门，随手关门。哎呦，蜘蛛哎！安德，哦，晚上出来好恐怖哦，感觉随时会死，好恐怖哦，挖点木材好了，挖点木材，我觉得我还是做一只十字镐好了，以便我不看到石头的时候可以挖一下。石头怎么那么缺啊？石头真是珍贵的好资源啊，现在好怀念石头哦，我好怀念你哦，石头。怎么会这样？我怎么现在变这么穷困啊？在这个蛮荒之地，
极地啊，极地的极限生存，这样对吗？那我现在要做些什么嘞？做些什么？做什么？这附近好像也没什么，所以我只能去那一个洞了嘛。还是这个洞最可疑了，看来看去还是你最可疑了。哎呦，骷髅弓箭手，先挡住，让你不要看到我。哎，挡不住了。哦，偷打你的脚，这样，哎，打到了，哦，酷哦，哎呦哎呦，很棒很棒，就这样，就是这样，非常爽，哦，这是我活下来的必备守则吗？死掉了吗？哎。你骗我，你没死。你骗我，这样对吗？那我们继续，这就是刚刚爆炸的地方嘛。反正除了血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我刚刚不应该引爆的。欸，下面有生怪砖。难得。有生怪砖呢，那要怎么办？绕跑先呢？我都没有发现，都没有发现东西哎，都没有发现石头，怎么办？连石头都找不到，然后就发现生怪砖了，会不会太难啊？哎，作者，这样对吗？白天了，我们白天了，我熬过第一个夜晚了。赶快去找食物，不然要饿死了。我要饿死了，各位，我要饿死了。我要饿死了，怎么办？蜘蛛，白天不要怕，不要理他，他被太阳直射，眼睛就瞎了。要被太阳直射哦，不然那个一样残暴，一样暴虐。一样荒芜，到底哪里有东西啊？看过去一片皎洁，都没有啊。前面好像有东西耶，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哎呀，看到骷髅弓箭手了，我现在只有十字镐耶，不要过来哦。治疗药水，红石。我现在只有十字镐，苦力怕，苦力怕，啊，恶心的绿色怪物，不要过来，苦力怕爆了，又是一堆雪球，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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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恐怖哦，这个苦攻哦，射到我了，我要死了。哦，好恐怖哦！哦，要死了没啊你？哦，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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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干掉了！枯弓射了这么多支箭呢，真是恐怖啊！那我现在。这个是成就吗？找到第一棵杉树，最后一棵杉树，所以这是一个成就吗？耶！我成功达成第一个成就了吗？是这样吗？各位，好兴奋哦，好令人兴奋哦。不过我快死了，然后还没有任何食物，怎么办？这样会饿死哎！这样会饿死哎！怎么办？还有听到怪声音了，怎么办？会饿死
我会饿死啊，怎么办？掉点苹果吧，他会掉苹果吗？苹果，苹果，不要说苹果了，好像连树苗都没有哎、欸。哎、欸，一个树苗都没有。哎、欸，喂，喂，这样对吗？喂，哎、欸，这样活下去吗？喂，喂。不行了，我玩不下去了啦，这要怎么玩下去？啊，各位，连个树苗都没有哎、欸，一颗都没有哎、欸，哈、啊，这要怎么玩下去啊？各位，我玩不下去了，这个要怎么玩下去？哎、欸，发现绵羊。发现绵羊干嘛？哎、欸，那边有个小屋哎、欸，过去看一下。喂，大大，各位大大，这样对吗？一个树苗都没有，这样对吗？这样我怎么玩下去？我现在好窘迫哦，都要死了。饥饿度剩三格哎、欸，怎么会这样？嗯，合成台、床都回收。这里要合成台和床干嘛？回收回收，又是一堆绵羊。我不要绵羊啊！我要绵羊干嘛？我有床啊！我已经不需要绵羊了，我有床啊，我有床啊，拿在手上哦，我有床啊，我不需要你们这些绵羊啊，我要你干嘛？哎、欸，我发现牛了，我有食物了，我有食物了，牛啊牛，牛啊牛，先砍一只牛回家。哦。乳牛终结者，哦，掉三个肉片呢，酷哦！再砍一头好了，不要跑，不要跑，小牛不要跑，哎、欸，呜呜呜，乳牛终结者，哦，好爽哦，哦，再打一只，留两头。哦。乳牛终结者，那我有五个了、欸，五个可以做帽子了，这样我有帽子可以穿了。可是，是哎、欸，快饿死了，快饿死了，快饿死了，赶快吃肉。没有石头啊，不能烧肉，这样子太浪费了。我想要烧出来再吃。先喝药水啦，哎呀，死掉也没了。还不如喝下去。欸，红红的，大家有看到吗？那里是什么？那里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欸，过去看一下。红红的东西，红红的，所以这是什么？有洞欸，有洞是正常的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哦，骷髅弓箭手，哦，哦哦，哎喂，会不会太多了？哎，要死了要死了！不跟你们玩了，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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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这样对吗？
安内丢不？剩一格血了，从这里上去，好。哎、欸，太恐怖了！好啦，那今天的实况也差不多就到这了，那就快要死了，我就快要死了，各位。今天因为是第一集，所以多为大家带来十分钟，然后等一下回到家就结束，把床放好，然后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的实况。那谢谢大家的，哎，我死了，我摔死了，我怎么就这样死了 ？What？ 啊，好了，那我们下一次再从头再来哦。那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